家都很喜欢有钱的感觉，不过你知道吗？像是钱币其实有很多的妙用，除了呢可以防蚊以外，告诉你还可以除臭呢。最近大雨下个不停，民众的鞋子总是湿哒哒，穿了一整天难免传出难闻的恶臭。但市面上贩售的除臭剂又贵桑桑，就有专家指出硬币竟然也能够达到杀菌除臭的功效。那放在鞋子里面，因为这个桶它会慢慢吸出啊，然后铜这样的金属其实它对于细菌或霉菌它有杀抑菌的这个效果。那一双已经穿了一整天的鞋子闻起来似乎有点闷闷的味道，究竟这个硬币能不能够达到除臭的效果？我们来实验看看。时间经过了一个小时，这双装有钱币的鞋子闻起来味道明显淡了许多，而这双没有装钱币的鞋子呢，味道和之前依然一样。可不要小看这日常生活中一定会用到的硬币，专家就表示硬币中含的铜元素放进臭气熏天的鞋子里确实可以达到杀菌除臭的功效，但并不是每一种都有效。像是5块钱和10块钱的硬币，因为铜含量只有72%，除臭效果差。反观1块钱以及50块钱的硬币，铜含量高达92%，含量高除臭效果就更好。你放的你有很多几十个你就把它放进去，其实整个效果上会更比少数的更快一点。专家表示用硬币除臭的效果虽然无法像市面上的除臭剂一样快速，但只要数量够多，静置个一天，臭味就能明显改善。尤其是最近大雨下不停，效果会更显著。但专家也提醒，若是除臭硬币要再拿出来使用，洗一洗就可以，并不会有细菌滋生的问题。中天新闻陈胜义、张欣怡高雄报道。